现在我们在南台车站，看你还没来。我觉得我们录个开头，那我们去吃个牛肉汤，我们回台中。到底是谁说今天是办展第一天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。礼拜天来啦。其实我本来也不是要来看车的，是来看妹的。对哦，我看大家今天都修个了，看你俩，厂商都比我们晚来。我们不要看妹啊，不要看车，这次原谅我，下次请一个给你们。干，我好记得，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什么都没有啊。哦，我第一次来，那是要六礼拜六跟礼拜天。啊，没有人跟我讲啊。今天要上车时都给我穿过了衣服。啊，杰哥，原汁原味了。杰哥，上次的。外品看卖。什么味道？形容一下。根本就没味道。美食节目第一集，文章牛肉汤，一辈子都会记得，下次要礼拜六再来，下次就不来了。文章牛肉汤，基本上我都会先点特选牛肉汤咖喱，因为我是老板，所以我是特选牛肉汤。你们是员工，所以你们吃比较便宜的招牌牛肉汤。我还以为只有卤肉饭呢。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这个比较硬一点点，这个比较软一点点。你都麻油牛肉、滑蛋牛肉，有人敢吃牛舌吗？牛舌就是软软的，然后你吃下去就是你在跟牛拉筋。特选牛肉没了，所以我们变成招牌。这个他们没有这样子，就拿起来沾一沾，就可以吃了。不会经营，不会经营，不要录了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建议单身汉他吃饭的时候来，因为妹子爆多。现在不是吃饭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好好吃饭就好了。而且这里有两个人结婚，我们不适合做这种事情。好，下一站丹丹汉堡。对，来台南必买。